家中养花一定要养一棵芦荟，这个芦荟呢可以吸取空气中的甲醛、二氧化碳等有害的气体，而且如果这个空气质量太差的话，它的叶片上会出现黑色或者是褐色的斑点，可以起到空气预警的作用。这是一颗库拉索芦荟，这个芦荟呢可以随时拿来做面膜，可以美白保湿、祛痘祛斑，而且还可以抗衰老，对女性朋友呢效果非常的好。用的时候呢，取一段这个叶片，这个取出芦荟胶，在水中泡上20分钟再用，可以去除这个叶片和芦荟胶之间的大黄素，以免引起过敏。这个不仅可以美白保湿呢，还可以这个如果被蚊虫叮咬了，或者是起痱子了，还有这个脚气，都可以用这个芦荟胶来擦一擦，效果非常的明显。这个芦荟呢还可以入药、入中药，用来消炎解毒，增加抵抗力，而且还可以用来做菜吃，作用非常的多。就这种芦荟养多少盆都不嫌多。